你因咩事咁唔开心啊？我怀疑俾个劏房业主滥收水费啊！吓，佢收咗你几多水费啊？佢收我每立方米用水15蚊啊！咁佢好有嫌疑喎、啊！而家水务署家居用水水费加上排污费，最高都只系每立方米11.97蚊。佢好大机会已经违反咗经修订后嘅水务设施规例第47条啦！佢唔系第一个滥收我水费噶啦，我之前住嗰间劏房，个业主收我屋企每人每月100蚊水费添。其实根据水务署统计，每人每月水费一般都唔应该超过70蚊，所以佢好大机会已经违反咗经修订后嘅水务设施规例第47条。如果有怀疑，又或者想了解多啲自己嘅权益，免被滥收水费，就快啲联络水务署啦！了解水务设施规例，免被业主滥收水费。